你说。好神奇哦。它不会是紫色的耶，到时候还是会变成蓝色的。不知道啊，你放一下，不要理它好了。你没有用过咖啡？没有，我还真的没有用过咖啡。之前我用红茶，然后红茶也红茶跟咖啡，对。没有确认过。张板老师要介绍一下这个标题是什么？什么荒郊野外？大家猜猜是哪里啊？哎，这个是可以留言的，可以可以。留言在哪？张老师说可以留言。哦，醉鱼晚安。再咬进来，要跟他说，我可是压着我跟你讲，不过那个有点，他被误会。